这信息了。这是路人乙的，主编发来：大作已收到，关于路人乙这个人物，我已有以下几个建议。建议长相和气质设定往偶像剧靠一靠，现在这个人看起来土土的。他骂你？我土啊！我哪儿土啊？我这都链儿不灵不灵的。哥，不是你就是我。土的话，我觉得雷子有可能。我首先我从来不认为你土，但今天这么一看，你这衣服不也是借的吗？是，都是借的。借的土不赖我呀。不是说的衣服，说的是气质，是灵魂。你闭嘴行不行？你就不用分析了，就说你的爆了都，土土的。爆爆呗。因为土我就爆啊。土豹子，土豹子的。土爆了。爆了。